请阮的上帝。最近台湾因为疫情，大家的生活拢拄着改变，求你赐予阮平安安稳的心。在这个动荡的时阵，予台湾人团结做伙，做好防疫，也恳求主保守医护人员的平安，甲政府官员有对你来的智慧，来面对种种的挑战。也要对美国、日本、立陶宛献上满满的感谢，透过这个国家温暖的作为，感受到上帝为台湾开路，对阮的疼痛。求主保守打疫苗的长辈，身体会当适应，发挥好的功效，有真好的保护的效果。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阮顶主听人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为着义工教会年长的兄弟的祈来恳求，因为伫武汉肺炎真严重的时期，本来身体就较衰弱，许个人出去较无方便，所以阮恳求上帝。让你中兄弟在生活，还是用药，还是休困，还是出入，拢真顺遂。让因在心灵，拢有健康，有上帝平安喜乐，在因的心内。我咧恳求祈祷，拢向耶稣基督求。阿门。亲爱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伊的信息交办世代，阮即马所面对即个肺炎疫情真紧张的时刻，阮犹原要坚定来信靠你，用主你的疼拢无离开阮，特别恳求你赐福看顾，阮即马得到主你极大的恩典，台湾会当得到遮个疫苗，无论是长辈医护人员。所有伫个排队等候被注射疫苗的人，阮拢会当对主耶稣领受你所答应的平安，互阮会当踮伫主内面得到安稳自在的快乐。主这个有风声，帮助社会大家会当安定，但是阮通大的瓦壳是主上帝你的疼，甲你的掌管。虽然疫情，予人因着活动行动拢受限制，不过原在要花上帝哩做得最忙，你嘛是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活中间来保守因传，阮哩献上阮的感谢，愿你的慈爱甲怜悯拢无离开阮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至圣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予阮义工教会有治理的长老、自玉信长老、甲丁再开长老。我嘛有两位的执事，我嘛有干事在执行事工。主，我嘛有各种的团契，少年团契、妇女团契、青年团契、儿童主日学的事工。在疫情蔓延的中间，求主特别保守和看顾。至圣天父，我需要有教导的长老，我来向中会来申请传道师，还是牧师，求主你为我安排。我也要保选中职，上帝你知正人的心，在我中间要拣选出合主心意的忠贞，甲上帝同工，来荣耀上帝名。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